们到威尼斯了。哎，虽然今天有阴天加有点小下雨，我还是很开心的，呵呵呵呵。这个水已经快满上来了，好，去找一下韩哥，我们要买票了。韩哥，我来了。好了，我们到哪了？我们到，你在？我们要准备来看双年展，对吧？好的，今天有点太冷了啊。好的，走吧，走。什么？我没有东西，没有东西。好的，看看小瑶要带我们去哪里。
的双年展之旅就要结束啦，因为现在外面天太冷，那就把帽子戴起来。然后呢，很漂亮。上次韩哥来的时候呢，人家就没开门，然后这不就跟祖哥一起来了吗？对吧？然后呢，我发现虽然还是很无聊的，但是还是个别地方还挺有意思的。所以，总之。没有回票价好了，我们现在出去去市里玩一玩，走了。你觉得什么东西是最好看的呀？嗯，刚刚那个恶龙咆哮。哪个恶龙咆哮？群背。哦，对，我也觉得挺好的。真的不知道我在说什么。沿着这个海岸，咱走的也很爽。和唱一首。海鸥，海鸥，我们的朋友，海鸥，我们的好朋友。当我们坐上舰艇去出航，你就飞在我们的窗前转好。今天还是。有点小累吧，你累吗今天？你不累？真的假的？这么厉害呀、啊、其实我原来说我一直没有觉得穿这种。哎，你看他这个房子上面每个都停了一个鸽子。哎。我刚刚有雕像，我说哎，这怎么会动啊？你看这鸽子。哎，就是哈，有点搞笑。啊，就是虽然就是我反正每次来都会觉得。等等，我们捋一捋，你来过几次？每次来，来过一次呀。还有一次是。你来了，我帮你，你拍视频，我帮你剪的呀，也算一次吧。所以我来了两次。那你看我的朋友圈，是不是还得算一次？对，你背着我自己来过一次，我知道。我背着你自己来过三次。他为什么要跟那些小朋友们一起玩？他不知道他自己大一点吗？他不知道。这还有一个呢。他是不是不知道他比别人大一点？我上次在圣马可就看到他在那吃鸽子。啊？他吃肉的。嗨。这是萨摩对，阿拉斯加。他走了，因为看见你在录他。人家不喜欢被你录。放屁！他不是看我在录他。是。他只是觉得像跑一样。对，
的，这是一家很好玩的。那你们还能找到你们的吗？啊？但是味道还是不错的，可以去尝尝。太贵了，看看。楼梯，这个真的是，应该把这个话题过啊，那过吧。